随地的席地而坐就可以了。非常看到非常高兴看到大家跟去年我来的面孔都没有要用的不太一样。对，那原本我是想要做跟去年有一个进阶，但是我想啊，大家程度应该都不错，所以我就直接进阶了，好不好？那上表演课呢，大家都知道，表演课呢是一个要一直动的课，所以啊。你会很忙，那请把你的手机调成震动哦，不是有声音哦，是震动或静音的模式，然后放到包包那边去，因为等一下你一直动，手机不小心掉出来或什么，人家踩到你会很不快哦。正在旋转，墙壁也不一样。
有时候没有人可以分享，你只能一个人想着那件事情，然后你很想找一个人去诉说你最近发生的事情，而你现在又遇到了你最想要跟他讲的那个人，你会跟他说什么？你可以坐下跟他讲，你也可以站着跟他讲。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在哪里？你跟他讲话的地方，可能在咖啡厅吗？可能在 Seven 吗？还是在一个曾经最熟悉、最常跟他碰面的地方？当你跟他分享你最近的生活之后，他又会怎么回复你？你希望你听到的是什么？最近你辛苦了，好好加油，或者你希望你听到的是什么？站在原地，闭上眼睛，你想象他要对你说什么？这个时候很快的。不见了，你正在找他，你往前走，你往前走，你在找他，你找不到他，他又这样子消失在你的生活中了。在你前面的那个人，你看到了一个人，远远的，远远的看到了他，可是他是你最讨厌的，你平常很讨厌他，可是又不能追，又不能让他。觉得你讨厌他，那他以后你跟他还不错的样子。这个人此刻就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你觉得你为什么动作？反正他没看到你，更不动手，还是你又要过去跟他讲两句话、三句话，然后假装一下这样子？这个时候，这风吹过来，把你的吹散；风把你吹起来了，天哪，你像一片叶子一样被风吹起来了，就在空中打转。请继续走，在空中打转。在这个时候，有一道很冷很冷的冷气，让你觉得全身很冷，冷到骨子里的冷，比最近的天气还要冷。伸手把手指头伸出去都会结冰的那种冷，甚至你不想伸你的手。风把你吹到一个到处都没有人的地方，而且天色很冷。这时候，你想要找一个地方休息。你看到前面有一个房子，它有亮亮的灯光。你走了进去，继续走，继续走。你走了进去。你按了门，你按了那门铃，门自己打开了。这时候，主角
一起吃饭。这个时候，你就坐在他们的餐厅，坐在他们餐桌椅上，跟屋主一起享受这顿晚餐。首先呢，他就把五个菜
竟然他觉得菜好少哦，怎么只有五个？于是乎，他又把它分割为把八个菜放在一起，把八个菜放在一起，挤到有亮光的地方，有亮光的地方，不要超过这条柱子，不要超过这条柱子。
请同学全部移动一下，把所有的人填到这一个部分。好，请问动作表的时候可以选择？可以。一人拿一个东西，先打开，再
谁在用它，怎么用它，有没有感情，这个人个性怎么样，怎么过生活，然后你要进入这个角色，跟你的组员说，举例，我叫小康，我平常呢就是一个很爱吃烤肉的人，然后呢我会常常去买刷子教集大家来烤肉，我烤肉的时候吃都会很用力的用它，所以我的刷子用得很凶，然后就会常常放烤肉刷，但是呢我的个性很好，因为我很喜欢交朋友，然后呢我非常爱这个刷子，因为有刷子就有货，接受我命好，所以呀、啊，请你就是照着我刚才的示范，你去想一想你现在拿到的东西，然后进入那个东西，你成为那个角色来跟你的组员分享吗 ？Action！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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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让人家阿伟叫出来给我。他还没说完呢。
他是你啊，刚交了一个男朋友，听说长得挺帅，你就不今天晚上要回来吃饭，我先打电话吧。那我走了。啊，先回看看男朋友去。啊，那你赶紧叫他回来吧。行行，我先打个电话把小美和阿伟给叫回来啊。嗯。喂，小美啊，你姥爷把饭煮好了，你赶紧回来吧。啊，听到没有？赶紧的，我现在打个电话给小伟。小伟啊，喂，老爷，你出去唱歌唱太久了，我知道你爱唱歌，但也不能这么唱，不能交了男朋友就把我给忘，赶紧回来，我请一大锅粥饭，赶紧回来吃饭啊，还没讲完呢，你就欧不少了，啊，赶紧回来啊，行，你就等着看吧，赶紧回来，回来吧，我俩就等你，行行，回来吧，那再过会就回来了。老爷，我来了，这饭鞋装好了吗？鞋啊，放那儿了。你把这个帮我放到边上去。好，谢谢。小伟，这孩子回来可以着急。哎呀，我都等急了，快点了。问的是哪一个？别叫我停下来。哎呀，别叫掉啊！中医跟西医的。
上玩的，就跌倒，然后跌倒，但是我说你说是他去修车的时候，下次这个真心不很有效的。不要以为我没有眼睛没有看到。爸，我解释，爸，我
讲。Thank you.
卡，就是这边医师可能在治疗，然后那边又发生事情，对不对？在舞台上是很丰富的，对不对？对，那但是呢，观众可能如果是舞台剧的话，观众会失焦，所以会有一个要往前，一个要往后，懂吗？就是如果是舞台，那如果我们是在拍片，那就还好，就是镜头一转就很方便，这样对不对？嗯，好。那我看到第一组有一个非常我觉得很优点的地方，就是有改变，角色有改变，就是庸医他本来是一个权威，后来他就是怎样被大家就发现他庸医了，就整个就是把他给翻了。对，那我会觉得说，哎，他那个角色是有变化的。OK， 那这个是我看到比较很优秀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因为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演的时候，我们就是演我们自己的角色，然后整出剧我们说要起承转合吗？对，那那个转折就有时候会看不出来，有时候转折是可能啊谁来拜访啦，就是一一的把这个道具用上而已，懂吗？就缺一点点那个转折然后改变的那个氛围。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其他的组别有没有要说说话？我觉得最后一组他演的时候，大家一直在笑，就是蛮好笑的，对不对？车演的好，车演的好，对不对？是是是。宿舍的时候不是这样。不过我觉得他把这个蛋糕盘当做方向盘，好像有一点又误会我的意思了。这个蛋糕盘还是要用蛋糕盘，这样可以理解吗？有哈，就后面的时候嘛，他一下子当方向盘，一下子当蛋糕盘，对不对？就直接当蛋糕盘就好了，方向盘就这样子，你们会看得懂的，这样子 OK 吗？但是还是我觉得很有笑点，就是大家都笑的这样子。好，那第二组你们自己要不要来讲一下你们自己？第二组我是觉得最怪的就是最后出来的那两组工人。我觉得有这有点怪，就前面的戏好像就是很完整，然后后面多两个来收拾地板是干嘛？妈妈可以收啊。对啊，佣人，晚上被苏妈妈讲出来。啊！我要用，黄国都一起黄国。太慢了。Thank you.
成武，现在宣称是郭富城的未婚妻。我都还没有嫁人呢，你怎么老公？刘老大，你行了333都太快回，你老公的行为简直就是无耻的代表。你现在总算了解到，没有努力就不会成功的。
边跟大家讲。那所以呀、啊，我们刚才透过我们所练习的那个道具，你看，就是像少女时代，她也会使用道具，对不对？她从头到尾，她就贯穿一个道具。其实她少女时代用很多道具，譬如说什么那个什么幸运信啊，还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她从头到尾都有用到一个连续的道具。然后像小叮当也是，小叮当就是用一个道具，然后来发展一连串的故事，但是会有转折。我们小叮当的比较完整，它会有转折，就跟他很得意啊，那可能后来怎么样被得到教训的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小短片的时候呢，记得把道具设计进去，然后要设计这个转折，这样可以理解吗？嗯，好，那相信大家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帮忙。然后我们要拍照吗？好 ，OK， 好，那就看大家来拍个大合照，然后等一下那个东西都帮我收拾好，这样子。那先拍照。好，我们到这个前面是第一件事，这样子，然后背后是他。帮你。